乡亲兵倒来，下日兵开九里山天边，各个兵士爱苦连天。两错用尽你呀、啊！两错用尽，一个九子失败丧失，两下嘞大大失败，九子那报数三年未满呢，报数三年还有机会呀、啊！错吧，还有乜个机会嘞？太公，不如俺分你一首秀，俺你将士天虹庙堂。保全的刘邦，秉持性命安全，希望能等待你退了几回，再来复国你的时候。放你呀、啊，放你！莫不以为难，不忠的亲忠爱国，又不以唐山怕死。今天虽是九岁，把你围困在九里山里面，你说什么？爱放下武器来天王庙堂？第一年，秋公一军士，为到百姓的性命，唔低头，各位条件唐山怕死之威，我招手，万岁！为是各位你唐山怕死，待你能够复国成功，再来平吞吴国的。到时谢万岁，你是不是用兵天下？万岁，奉你公爷王称啊！将士来提防了他，伊看吴国的兵马伊看厉害，哪会无将士提防？伊看军师连粮草也无了，敢讲过无？伊为着伊个平安，为着伊个军师啊，伊目中金金，看军师打啥武器呢？粮草几钱？几钱的啊？军师艰苦也错了，不能再将士提防，再防将士提防。太好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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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是什么不要紧，用金色的玉璃将士放下武器，天皇庙堂了。第二次御赐官员带查查查了，好，天皇过了，马到来了，马来了。两行翻脸不胜，好，
不如阿娘的上海你国的国王也甘拜下风。愿意县官头后乃上方本古王有一件事情想要对你来讨论啊。有事情快叫讲。乃上方不如从今以后你跟随本古王的素材可比大田自己输过的。来安凤虽然讲俺经过战派，也只是暂时而已。俺多参与关心了，现在跟随参与身边，终身不服你主，定你不打六龙。哎呀，不灵！你话俺眼见的多，古道性命要紧，本古王就让你讲出来，你那唔肯管他。那唔得来身边来听帮忙的鼻子哩，莫怪本古王就跟。就用完，哎，就干，快走！大爷，当放你走爷，走爷，走爷，走走走爷，放走走爷，嘿，走爷走爷，走走爷，莫逃莫逃！呵，好，等下三军这晚讲的多，放你已经被擒住了。真是哦，该死英雄哦，好将才得到，好拿好拿，天意应该已经显出了。上万个好庙计，我来妖怪的范蠡呢，这个这个，好不？以下范蠡已经来动了五怪了。不如让今日所猜拥有千方百计，好好妖怪的范蠡啊！